宿拍了一些照片，我这次带大家去看看他们的房间。之前住过一些民宿，就是他们公共空间拍出来特别好看，这些民宿你就真的只能去拍照，因为住起来非常不舒服。我喜欢他们家，就我觉得他们家又好拍，然后住起来完全不输五星酒店。门我觉得拍照那个颜色就是也还挺好看的。进来它是有一个小沙发区，说是套间，其实它就是一个开间，然后那这做一小拱门。边往里走是一个衣柜，好多姐妹会拍他们家的厕所发图，就他们家厕所还挺好看的。他们有一个细节做得非常好，就是你进这个房间完全没有任何的潮味和那个潮感，他们会直接把除湿机空调全都给客人先开开，所以你进房间之后就特别清爽。我之前住过一些海边的民宿就很好看，但是一进房间就是一股潮味，然后被子什么都湿哒哒的，住起来特别难受，但他们就不会，就被子就特干爽，枕头啊床品啊全都是五星酒店的标准。然后我上次跟老板聊天，他说他们所有的吐槽都是会送出去让专业的那种吐槽公司去做清洁的，所以非常干净。我之前有看一些民宿就是很好看，我想去住，但是我翻评论的时候就会翻到比如说什么掀起来都是头发呀之类，我就不敢住了。所以他们家的这些细节做得特别好。然后他一进来这儿，他们自己做的一个入住手册挺逗的，就是一些本地人才知道的好吃的，然后一些好玩的，安宁的攻略七七八八就帮你做了，挺可爱的还。然后最近他们好像要涨价了，我这儿没涨价，我赶紧带他住住。